今天怎么拍？今天用挠头爪，抓多少吃多少带骨的东西。OK。今天我哥先来。嗯。夹了个寂寞。Later。抓了三次就这么点，能不能吃饱就看最后一抓了。没有撤退可言。哎呦，不错哦。到我了，先来点无骨鸡爪。一个总比没有好。鸡肘骨。麻辣三角骨。这战绩跟我哥差不多。日式豚骨拉面。开吃。Thank you.